我知道这个到该还钱的时候没还呢。该还钱的时候没还，那不是知道吗？是什么的？你说现在扣啊？啊，对，钥匙，然后收拾一下这个车辆的东西和私人物品拿走。钥匙，还有行李箱。能不能给还点时间？可以还。扣完之后，我们距离起上拍卖还有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把钱还上，我们再把车还给你。现在我们暂时扣押。因为咱这个时间超的有点长了。 能不能再给我还我几天？我说了可以还呀。你别忘了。之后你该还钱该筹钱筹钱。啊，我们来了肯定不可能说是就这么回去的，肯定是要把车扣走的。不是，我说你再还我几天，我这准备钱行吗？这个了，我扣这电话，这就这，我扣这电话就违法了啊。 你好，姚副吧，河北法院执行局，我姓盛，我们现在在您车这儿了，您过来一下，我们在您车这儿了。啊啊，河北法院执行局。啊啊，咱这是扣押咱这个林肯全是汽车，知道怎么回事对吧？我知道这个到该还钱的时候没还呢。该还钱的时候没还，那不是知道吗？是什么的？你说现在扣啊？啊，对，钥匙。 然后收拾一下这个车辆的东西和私人物品拿走。钥匙，还有行李箱。能不能给还点时间？可以还。扣完之后，我们距离起上拍卖还有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把钱还上，我们再把车还给你。现在我们暂时扣押。因为咱这个时间超的有点长了。能不能再给我还我几天？我说了可以还呀。你别忘了。 之后你该还钱该筹钱筹钱。我们来了肯定不可能说是就这么回去的，肯定是要把车扣走的。不是，我说你再还我几天，我这准备钱行吗？给我几天时间行吗？你准备钱和我们扣车。你现在我这个开啥呀？我这年头去。开啥？打地。你现在咱说句不好听的话。 这么长时间不还，车底下出去了，你也有权利使用这辆车吗？没有，倒是没有。我平时我也开电动车，骑电动车呀，怎么离了车活不了是吗？不至于吧？不是，我这去外地要钱。你知道，你也知道我这车一直在外地要钱。外地啊，火车、飞机现在交通方式都很方便啊，您别咱先把那个里面的物品收拾一下，好吗？把各种收拾放哪收拾？您自己想想办法呀，这个我也没法替您决定。 或者是我们先把车开到我们车上，您有时间您再过去取呢，都可以。就是这个钱是必须一次性还息还是？你看，要是说，反正这钱就不是工程款没到嘛，就坚持到工程款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嘛，就说你现在后面你要是说。 想再商量一下，咱回头去我们法院，我组织银行，咱们一块看看能不能还有什么商量的方案。行，能不能咱现在去商量？我现在没有腿了，我跑远路。我们现在还有好几辆呢。啊，我们后面还有好几辆呢，咱这个定个时间，咱再另外定个时间。今天没有时间，行吗？今天你弄了我怎么整啊？我说真的，这一堆东西怎么弄？我们说了嘛，你现在你要是不收手，你回头再去收拾也行啊。 我们现在就查封了，我们天上封条，车里的物品谁也不会动一分的。好，你这个你放心，我们全程这么多录着像了，我们开车门的那一刻，我们也肯定会录像的，绝对一分钱的东西也不会给你少的。好，行吧。嗯，这今天是看我车回来了，就把车给扣了。我在外地也没多。你要外地，我们大不了麻烦点去外地扣嘛，那就是我们增加成本，跟你也没有关系，最后也都是最后把这个车扣这儿。啊，外地我们也能扣的。行，我打电话问一下，行吗？ 在这儿吧，在这儿吧，在这儿吧，我就在这儿呢。啊，跑不了，这儿跑不了。啊，跑不了，跑不了。你别给您弄坏车呀。喂，喂，哎，陈总。 他那个就是说我这个车不是说欠人家欠这个油方，
这几个袋子，他现在就是说我们去年开庭协调的那个，就说是这今年四月份，说给他们，先给他们5万块钱，先给不是5万还是10万，先给他们。现在公证款不是没到吗？没到，现在这个车到期了，没给人家钱，现在人家说要扣我这个车。啊，对。这个。找怎么有什么好的办法啊？这不是现场吗？就在现场吗？这不是我说跟人家协商协商，人家说不协商，现在要把车给扣了。嗯，这是咱是哪个法院？和平。和平法院。啊，那什么呢？先把车让人家开走。行，我就是说，谁？法官姓什么？姓盛。啊。盛鑫是盛鑫吗？盛爷？不是。哪个姓盛？在哪姓盛？盛家辉。盛家辉。是吧？就是目前这个事是怎么的？我把车上东西收拾了，让人家把车开走还是什么？啊？人家现在这么多人来了，就是说要把车开走。要把车开走，我把车上东西收拾收拾，让人家开走呗，还是什么意思？随后咱再想办法吧，是吧？一共我们欠多少钱呢？本金17万多，不到18万吧。17万吧。本金啊。那是开走了，随后咱来解决还是？行啊，那个可以协商是吧？行，好嘞，我知道了，我把车上东西收拾了，行吧。哎，好了，这不是我打电话问一下，看律师还是怎么处理，啊、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跑了啊，我没说你跑，对不对是把钥匙先去收拾下东西，把钥匙给我。我让他们收拾。我车上钥匙掉了，掉了，人家给我撤开了。